那煎的稍微下面这边，这边旁边有点变色，有。有点变色，旁边这边有点变色，就是比较就可以翻了。先把火关小一点，再关小。我说看看，火关下去就好了。你怎么给你看？插得下去了，插得下去了，插得下去了。好了，再大火再烤个一下下，再容易酥。五秒左右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秒 ，OK， 我关掉了。不错啊，漂亮吧？技术差的人煎鱼啦。技术差的人煎鱼就是这样煎的。